梦到考试作弊。考试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它也是学校或者社会选拔人才的基本标准。考试作弊很多人都经历过，那么梦见考试作弊又有什么含义呢？梦见考试一般是吉兆，是重视考试的表现。梦见考试作弊通常预示你在近期的生活中正面临了一些想逃又跑不掉的困难或挑战。梦见学生在考试作弊意味着梦着学业压力大，内心愤懑。打算出门的人梦见考试作弊，建议顺利出发，遇风小心。如果梦见考试作弊并且被学校老师抓获，预示着自己对考试非常紧张，但是自己又想取得好成绩。所以此时建议你要努力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大家的认可才是好的道理。